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。小伙伴们，今天呢，我又来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呢，我的开局啊，不是特别的好，这个牌子呢，就已经告诉了我，我是一个乞丐。我的好朋友是平民，他每天都会给我送吃的，但是富人经常欺负我。我现在就要出去啊，我每天呢都是坐在这里乞讨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前方呢有这么多个碗呀，因为我做不起碗呀，我只能用鸡窝当碗啊，每天呢才可以讨到这么多土豆还有小麦面包啊。说着说着我就已经饿了，我先吃一点。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呀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。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，不小心被鸽子猜中了，那你就给鸽子点个关注哟。这边的话是小仙女的家呀，哇塞，这么多东西我也是不拿的，还是回到自己的家里吧。做一个乞丐其实还挺好的，白天居然不可以睡觉，那这怎么行啊，好无聊啊。看看自己的家中，哎，这块有点不一样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哦，我居然下来了，哇塞，我居然是刺客567，这就是之前的我吗？居然这么帅。那我现在的话应该是有神器的，哇塞，这个神器的话还是非常的多的啊，瞬间直接一身钻石套装啊，直接就有了，而且完获得了很多567的这个保镖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直接变身啊，我们现在的话把这些东西装备起来。好，现在直接传送，它不可以传送，那我们就上去。好，现在上去了以后啊，现在呢我已经化身成为了刺客567啊，那我们直接召唤出非常多的刺客来维护这一片不太和平的治安呀，因为毕竟这里的富人呢天天欺负我和我的好朋友。看看我的技能，哇塞，这把刀看起来不错呀，是把好刀。这个地方是哪里？这边的话有卡卡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。刚好我获得了一个开关，哇塞，它也不可以传送的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说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点个关注哟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